状况？他就说我有晦气，你不要靠近我。我有晦气，你不要靠近我。为你，我张开了双臂，就上了我的耻辱，如今都失去意义。如果你也爱我就好了，如果你也爱我，如果你也爱我就好了，如果你也爱我，如果你也爱我就好了，如果你也爱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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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好了，如果你也爱我，如果你也爱我就好了，如果你也爱我，如果你也爱我就好了。别再犹豫，走进我的心。谁能够找到我，在人海中流浪，等待爱将我的轮廓填满。什么都好的朋友，那你说谁能够找到我吗？哦，你们在问，你们要问李友廷是不是？我刚在发廊有遇到他，对对对，然后我就说你啊、哦，怎么这么衰啦？然后但他也没有跟我讲清楚啦，就是我们没有讲到太多，我就跟他说我休息的房间的号码，叫他等一下到了再来找我。然后我还跟他说如果等一下他们问我的话，我就会跟他们说想怎样，因为我跟他合作的那首歌叫想怎样。对，我其实实际上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他好像也是一头雾水。对，所以我等一下会等在我的房间里面等他，你们都不要来哦。我是等他，我要看看他到底想怎样。他状况，他就说我有晦气，你不要靠近我。他就说我有晦气，你不要靠近我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说他什么业力引爆之类的话。